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》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592集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魔方所推出的 Spider Gear 还有 Energy 这一期的玩具呢，我会把重点放在他们的变形上面。虽然体型很小，但是变形的复杂度呢可是非常的惊人的。那尽管复杂，很复杂，但是记忆点却非常的强啊。两个玩具的本体摆在一起的话，其实有那么一点不协调了啊，因为两个的头身比完全不对哈。这个右手边的这一款这个 Spider Gear 的话呢，它的头啊，你不觉得非常的大吗？然后这一款的话呢，Energy 则是比较正常一点。我们先看一下 Energy 好了，它的配件呢就是一把金属涂装的小枪，那身上的细节来说就是比较橘黄的风格，翻到后面来晒啊，有一些小小的空洞。然后背包的话呢，没有一个卡紧的地方啊，至少我是没有发现，应该就是没有吧。那是一个让人家把玩的时候呢比较不爽的地方。其他的细节我们来看一下，面雕啊，这个我要给几乎是99分啊，我很喜欢这个像人脸的家伙啊。然后手臂的话呢，360度的转动平举啊没有问题，这里虽然没有过渡啊，但是毕竟是很小型的玩具啊。那这里二头肌一样可以转动，拳头的话呢是也是可以转动的啊，内部是一个球形关节。那腰身也是可以转啊，脚的话呢前踢，而且它的一个关节给各位看一下，它是整个这样子踢过来的。侧边的话呢，裙甲也可以拉开，膝盖的弯超过于90度，比较可惜啊，就是没有脚踝的接地。但是你别忘了，这是一个比这个官方的，大概跟官方的 Legion 级一样大的玩具而已，而且它的脚后跟啊，我会建议把它掰出来一些啊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对站立性的帮助是比较大的。要不然的话呢，很容易往后倒，因为它后方是比较空一些些。那么这款 Spider Gear 的话呢，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趣。第一，它的分量稍微大一点，然后它的手臂的话呢，一样可以完全的抬高，可以感觉得到呢，这个组合包里头啊，这一款这个 Spider Gear 所用到的资源量呢是明显比较大的啊。那这个脚啊、可动啊什么的啊，这个地方啊都是有的，几乎是，完全不输给官方的 Deluxe 等级。手的话呢可以转动啊，转动之后的话呢，你可以把它给拿下来。拿下来之后的话呢，有一个替换的部件，这个替换部件是给他用的啊。然后他还有另外有一张，替换的一个面料啊，露出笑容的一个面料啊。那我们就开始示范它们的变形过程了啊！我们先从这一款这个 Energy 开始，手臂的话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反转，然后呢腰部的话呢也可以先旋转180度，再来的话呢我们把整个背包拉出来，它是可以往后面推下去的啊，这里直接的先把它往后面拉多一点，然后呢腰部的话呢做一个折90度，我们把这个背包尽量往后面退啊，因为呢我们要把这一个身体内部的这一块灰色部件啊，给挑出来，从这个锁扣这里把它给解开，另外一侧就是这个地方啊，把它给解开，这里翻开，然后呢，利用一点点塑胶的韧性把它给推出去。再来的话，我们利用这个地方啊，这个转轴，把它整个一个身体的话呢翻转前后180度翻转过去。好，再来怎么做呢？我们把它的一个背包的话呢往前面再推回来到这里。那到这里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怎么做呢？把它的这个部件再一次的塞回去啊，再一次的塞回去。我们刚刚不是一样的位置，在只是把它的位置做一个颠倒而已。再来你可以看到手臂这里有个洞，然后内部有个凸，啊，我们就再把这个地方往内集中塞进去。塞进去之后啊，塞进去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对照一下这个它的一个形状的一个位置，把它给扣下去。好，这里一样咬合咬上去，这个记忆点都很强啊，记忆点都很强。到这里。那这里的话呢，手臂呢，到这个时候呢，再把它给往内推进去，往内推进去。你这个时候不推其实也可以，为什么呢？你这个一上来的时候，一样会把它给顶进去啊，所以基本上也不用太担心。再来腿的变形也是很有趣啊。首先的话呢，侧边这一片，把它给翻出来。翻出来的时候呢，侧边还有一片小片的这个零件翻出来。待会到时候要扣到这里。然后的话呢，腿这个地方也是很简单的啊。首先呢，把这个脚底板收进去，然后整个黑色部件这个地方翻转180度，到这里，好，然后这一块部件就往前面推进来，然后这个地方往这里扣，那这些都有一个相对应的锁扣位置啊，这个像是拼图一样的把它拼上去就行了，然后利用一个尼龙的材质呢，硬是把它给咬合上去，
那另外一侧的变形当然也是一样的啦，侧边这里翻出来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小部件，把它扣出来，啊，待会它就是要到前面这里来做一个结合。那现在扣不到是因为呢腿还没有缩短，啊，翻一下，然后呢翻转这个部件，转到前方来，完全可以用利用塑胶的韧性啊，利用的韧性。然后呢这里面有个滑轨嘛，看到吧？往前面推过来，到这边好组合上去了。侧边这里的话呢，就沿着这个拼图一样的这个。缝隙扣上去，然后两侧 ，OK， 最后再做个简单的密合，哇，我们这款 Energy 的一个变形呢，就算是 OK 了啊，非常的行云流水啊，就怎么说呢，就是腰部一个前后的翻转，然后身体的一个翻转，然后再把它组合拼回去而已，啊，脚的话呢，就是脚的小腿前方做一个翻转啊，然后小腿的侧边扣过来啊，基本上变形就完成了，很小的玩具，然后有一个打铆钉的一个轮胎。滚动性的话呢，不是很好，为什么？玩具太轻了，啊，这所以玩具太轻，轮子就没有办法，完全就带得动。那车子的缝隙从正面来看，可以说几乎是没有，非常的小啊。后方的话有一条比较大的裂缝啊，这已经是没办法了，我已经尽量把它给合上去了。啊，玩具的一体性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好，变形行云流水啊，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惊艳的小比例玩具。再来这款 Spider Gear 的一个变形的话呢，可以说是让人瞠目结舌了啊！在变形的时候呢，我们先把手臂呢给做一个两次的翻转。那它的一个后脑袋啊，这个地方其实也不能说脱胶，因为它在最后变形的时候有一个结合的一个位点。那我们腰部也先旋转180度好了，然后的话呢，把它的一个裤衩的部分呢先往下翻下来啊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行它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变形过程了。首先，这个地方整个翻上去，完全的把它给翻出来。再来，我们要先做一个步骤，先把这两侧的一个手臂往下翻下来。翻下来的目的呢，是要把这两片部件给翻出。这两片部件呢，将会是我们整个变形的最后盖下来的两个车门啊，这最后最后了。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，把这个手臂的话呢往上面啊给抬上去。我给各位讲一下，这里待会的话呢。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结合位点，就是这个地方，你看到里面有两个凹槽，这两个凹槽呢，到时候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合点位。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的呢，把它的一个车顶盖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先把它给翻出来给各位看一下，不，先把这里翻出来好了，这里往外两侧推出去啊，两片部件从这翻出来，这里待会会变成一个引擎盖，但是这个引擎盖呢，中间还缺了一块肉，这肉在哪呢？肉在这里面。这两打开，里头有个部件，把它给挑出来。挑出来之后的话呢，往两侧翻开来。我先说啊，这个零件很细小，但是很坚固。虽然看上去步骤很多，但其实记忆点是非常强的啊。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，把这个手臂的话呢，你注意看这里了啊。来，手臂这里这两个凹槽，到时候要卡这个凸啊，这个地方一定要记住。那我们就先把这个。前方这个部件的话，哎，脸，这个变到脸都飞出去啊！这个脸的话就推到这个部件，所以它脸就飞出去了啊！变到不要脸了，真是啊！好了，那我们先把这个两只胳膊的话呢，往前面推一下，往前面推一下之后会怎么样呢？这个脸就可以放下来，放下来之后呢，这里有个凸，跟后脑袋这里就可以扣上去，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两侧的部件翻出来了啊！有没有发现？不知不觉的话呢，我们已经变出了一个车子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，就这样子翻出来了。再来就是把这个我刚提过了，两个凹槽要卡进这个凸。这里的话呢，这里手臂这些地方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小拉伸的啊。这个地方的变形的话需要练习一下，真的需要练习一下。特别是这里这块部件，关键在这里，你要把这个蓝色的板子折出来，折一个这样子90度，非常重要啊，非常重要。推一下，然后这样子，不然你手抠不出来啊。这样的90度，在这个情况下去做一个结合，它才能够顺利的卡进去，看到没有？卡进去里头了。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，啊，先把它推到一旁一点点，这样的。手臂啊，那个90度很重要，还有这个拳头转成这样这个方向，然后把它给卡进去。这个地方说明书的解说呢是。很难跟各位解说清楚的啦，可能就是这个地方要折一个90度，而且它有时候会滑掉，有时候会滑掉，就各位要练习一下。
然后这里90度，这里一样整个打正，到这边，好，顺势的呢，把它给划进去啊，好好卡进去了，OK，那整个车头就算是变形完成。那我们的腰身刚刚已经翻转过180度了，对不对？接下来腿的变形怎么样呢？我的做法是这样子，捏住这个后轮，掐住这个小腿，这样子往上面抬上去啊，不然的话呢，不太好翻，整个先给翻出去，整个给拉正。拉正之后呢，这里有一个翻转点，翻过来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你看到什么就翻转什么。这里有一片翻出来，这里有一片就翻出来。这个凸的把它给翻进去，这里有一个在这里把它给翻进去。你就是看到本来是怎么样的，你就反过来做就对了。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个拉伸的关节在这里，记得这个一定要拉出来。另外一侧的变法呢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先把两侧呢都给翻出来啊，这里推出去。然后整个拉正、翻转之后，然后看到什么就翻什么，这里翻出来，这个推进去，这个推进去，好，这里翻出来，OK，然后最后有一个拉伸，这个滑轴拉出来。那么接下来的话呢，在这里啊，我们把两腿先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合，然后呢，这里。这个关节一旦拉伸拉出来之后的话呢，各位可以看一下啊，我们最后的翻折的一个形象，它是不对，这个地方一定要翻出来，这样子，看到吗？要这个高度，这个高度，好，然后呢就把它往前面靠过来，到这边，那以及这里也是有一个滑轨，一样要滑进去的，哎，各位看到了吧？滑进去。接下来呢，这两片部件到前面来这里。好，我们先扣这边，两边先把它给卡进去，卡这个没有什么难度了啊。那最后的一个结合位点就是，应该说倒数第二个结合位点，我的习惯是扣这里，这两个，阿凡达跟印第安人的组合扣上去之后，最后这个地方压下来，你可以看到，这里有个缺口要去卡这个图，看上去呢非常的难扣，对，它非常的难扣，但是。只要你其他地方都卡到位了之后，你稍微去推移一下，啊，利用这个尼龙的韧性，硬把它给咬进去就可以了。那另外一侧的变形也是一样，这样，你其他地方都要先扣好啊。然后这里，利用尼龙的韧性把它给咬进去。好的，那么这款 Spider Gear 就完成了它的变形过程，怎么样？步骤是不是非常的多啊？一样一脸厌世的家伙在车底下吃土，滚动性呢也还算可以啦，基本上轮胎都能够着地啊。那它的变形呢非常的复杂，步骤比较多。那不知道各位还能不能回忆得起来？我大概解说一下好了啊。它的这两片门板是最后扣下来的，这两片平时大概是藏在这个。背包后面啊，所以这个整个颠覆非常的大，它的肚子里头的东西全部都翻出来。那平常的时候呢，有的是收在背包里头。那人头看上去好像，这个变形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啊，这个木乃伊一样包一包折一折好像就好。其实，可以说是使用到的部件量是非常的多的，还有很多的这种拉伸的这个钩、滑槽啊什么的，运用上呢。可以说是让我瞠目结舌了啊，这么小的玩具呢，你居然能够包含这么多的变形步骤，而且记忆点是非常的强的，特别是在腿部的变形，你看到什么，你就是把它折进去，或者是就是把它翻出来，它本来折两片出来，你就是把它折一片进去啊，本来是在外面，你就把它翻进去里面，记忆点真的是很强，尽管步骤复杂，但是你真的是变两次，你大概就会把它记起来，两款都是。非常非常适合你脑力激荡的小比例玩具，而且它的材质完全经得起我们这样子的折腾哦，算是一款非常非常有特色的玩具。个人觉得，如果你喜欢复杂变形的话，又想要没有压力的一个变形不怕零件弄坏啊，这两个的话，真的是强烈的推荐了啊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各位进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